在一个大圆桌上面，丈夫、妻子、儿子以及公公婆婆围在一起吃饭。菜上来之后呢，妻子给孩子喂饭，其他人啊都在愉快地聊天。吃着吃着，丈夫喝了一口汤，然后说：“为啥没味道呢？你加点盐。”妻子放下手上喂孩子的碗，起身啊去厨房了。刚回来坐下，公公让他顺手帮忙倒杯茶，结果妻子一不小心烫到手，茶壶呢掉到地上碎了。公公皱了一下眉头，婆婆呢嘀咕了几句。丈夫看了眼婆婆的表情，开始数落妻子，哎，笨手笨脚的。妻子眼眶红红的，但还是默默的自己在地上收拾。还没有拖完地，突然听到孩子的哭声和丈夫的大喊声：“你到底干在什么去了？连个孩子都照顾不好！”原来小孩啊，自己玩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额头，妻子连忙跑过去，手忙脚乱地哄孩子。奇怪的是，这一个过程，没有一个人帮妻子说话。一个家庭里面最应该重视的是孩子吗？不是。我相信一个家庭中最应该重视的是默默操劳的妻子。当你给她关心、体贴和尊重时，才能滋养她的心。当她被认真对待时，她会给你温柔体贴，会让孩子啊懂事上进，还会给你一个平凡又温暖的家。我是周小鹏，带你评论婚姻百态。